才能吸气的感觉。美妙的时光足以尽头，该说再见了。可不是我的工作，你说对不对？好好好了好了，你把它丢哪去了，银狼？随手打的坐标，没什么讲究。你很关心那只虚竹的去向吗？不关心啊，只是不管看几次，我都会想，你的手段还真是不可思议。修改现实数据而已，不值一提的小把戏。你刚刚看什么东西那么津津有味？也给我瞧瞧。黑塔的玩具，空间站收藏的奇物目录，里边有很多有趣的东西。比如，有一把枪，能给他准星里出现的生物打分，从零到一百不等。这哪里有趣了？你不好奇自己会得多少分吗？我还挺想知道的。好啊，要是顺路的话就去玩一下吧。目标地点在哪？沿着左边门后的回廊继续深入，有个放置了某种奇物的房间。星河就在那里。他们告诉我们星河在哪里。站的核心区域，反物质军团的虚竹会很多。好，有什么东西在前面？看来被埋伏的是我们，可惜被包围的是他们。索性被干掉吧。这么快就上钩了。美妙的时光足以尽头，该说再见了。还能呼吸的感觉，很快就好。
一个人都没有。疏散做得相当彻底呢，是黑塔亲自下的指示吗？看反应记录，那女人都大半年没登陆过这里吗？避难工作是由代理站长一个叫艾斯达的人指挥的。没听过的名字啊。艾利欧好像说过我们不会碰上黑塔，看来他是真的不在。艾利欧的剧本没有提到星河的具体位置，也就是说在他看到的未来里，我们并不是通过物理移动手段找到星河的。这空间站里匪夷所思的东西那么多，有这样的奇物也不出奇。用奇物隐藏奇物，的确是那女人会干的事情。哎，你翻了那么久目录，想必有头绪了吧？必要的线索都有了，接下来只需要一点小小的技巧。帮我调查下房间里的终端设备，奇物或许就在里边。好，看你表演了。这个终端的存储，这是监控室，山库口路一条龙，业内传统了。整个空间站都在监控画面里了，但我没看见星河。就算有也是陷阱，黑塔的收藏不可能对外展示。你还是过来吧，这样调查一点也不效率。所以你有什么妙计？我洗耳恭听。直接把监控系统黑掉了事。啊，原来如此。黑塔的收简单粗暴，但行之有效。你看，找着了。这是什么？奇物编号211，视野盲区，一个简单的偏折光场，让区域里的事物不容易引起注意，但只要别的东西不再显眼，它就露馅了。黑塔用这么简单的小玩意儿藏他的宝贝，越简单的手法越不容易识破，这不是我们的座右铭吗？多了个怪东西，数据上看只是普通的全息影像，但它加了层壳。穿过去看看呗，不要紧，咱俩不会折在这儿的。这点子有意思，不愧是天才俱乐部的人物。星河就在眼前，有套独立的防护系统，看来对黑塔而言，星河不是寻常的藏品呢。取得出来吗？当然，在骇客领域，就算天才黑塔也不是我的对手。好啊，那再提的准备也拜托你了。再提准备好了，你来决定吧。艾利欧说过，这个选择会改变很多东西。艾利欧也说过，做出这个选择的人必须是你。要给他一个新的名字吗？这样吧，他还记得多少？至少会记得你。该起床了。一个空间站，
不重要。听我说，你的脑袋里现在一片混沌，你不清楚自己是谁，为什么在这儿，接下来要做什么。你觉得我很熟悉，却不清楚该不该信任我，但这都不重要。重要的是我要走了，要把你一个人丢在这个空间站里。所以从现在开始，你不用再思考过去，也不用再怀疑自己。听我说，接下来你会遇到很多危险，身处可怕的困境，但你也会遇到许多美妙的事情。你会拥有像家人那样的同伴，开始做梦也想不到的冒险，而在旅途的尽头，所有困扰你的谜题都将会解开。这就是艾利欧所预见的，以及你将抵达的未来。喜欢吗？去下一个地方，为准备好的未来铺路。这就像织锦一样，你我一次只能编织一条金线，但它最终会变成美丽的图景。还要说多久？按照剧本，星穹列车的人就快到了。我知道，英郎，在一会儿，就一会儿，时间快到了，我该走了。当你有机会做出选择的时候，不要让自己后悔。这个人的坐标不是由空间站发出的。都这时候了，在想啥呀？这个大活人就在我们眼前，不会是假的吧？心跳和脉搏都很微弱。三月，准备做人工呼吸。啊？我没什么经验，大河你来吧。你来吧。听我说话吗？记不记得自己叫什么名字？那可麻烦了，能努力回忆一下吗？你的名字是？你好，我是丹恒，这是三月七。这座空间站遭到了反物质军团的袭击，我们是受艾斯达政党的委托前来救援的。毁灭纳努克的打手，你们运气很好，最危险的绝灭大军不在附近，来的只是一群四处作乱的散兵游勇，我们很快会把入侵者消灭掉的，不用担心。对呀，粉色头发，个子小小的，很可爱的女孩子，黑塔女士亲自任命的代理站长。那个孩子也太没威信了，连员工都不知道她名字。返回主控舱段，艾斯达站长和及时疏散的研究员都在那里。星球列车也停在那附近，所以不必担心怪物的袭击。我和丹恒是星球列车的成员，请多关照啦。列车与黑塔女士有些来往，因此我们时不时会在这里稍作停留。结果出现这么大的事，正义的列车组可不会袖手旁观。你们见过吗？列车时不时都来到太空站的。那是一辆神奇的列车，拥有开拓星神的力量，能够在星海中穿行。等回到主控舱段，我指给你瞧。你和三月一起回去吧。防卫科的阿兰在这附近失去了联系，我得把他带回去。嗯，也行，那你自己小心哦。要不你把这个拿上吧，军团在太空站昏狗似的乱窜，返程的路也不安全。只是个建议啦，没事，你有我呢。都是稀奇的玩意儿，也就是所谓的奇物。唉，黑塔收集这些东西又不用，竟隔着吃灰，也不知道图什么。啊，是反物质军团，启动疯子流窜过来了。
开始了，轮到你了，不痛不痒。速战速决吧！习惯战斗的耶。待会儿我们坐中间那台电梯下行，去主控舱段。那的路你熟吗？说起来你穿的也不是空间站的制服，你真的是这儿的人吗？失忆了吗？看来还是受了点伤。算了，咱也不拼，走吧。速决吧！你再打！以自己的意志抵达结局吧。不是我干的，一定是反物质军团的错。唉，要是万能的丹恒老师在就好了，他懂一堆莫名其妙的东西，没准啊连电梯也会修。那个我不会。你怎么在这儿？你怎么比我们还快？我走另一条路，从上面一层绕过来的。
正好在监控室看见你们，阿兰也在监控室，他受了点伤，但没生命危险。哎，你找到他了呀？阿兰他知道这电梯怎么回事吗？既然是防卫科的负责人，应该知道吧？那我们去和他会合吧。是请你们来支援之类的吗？巧合而已。黑塔委托列车寻找的一切到手了，我们按照协议返回交付，不想正好碰上了遇袭现场。反物质军团为啥会盯上你呢？我看他攻击的目标就是空间站，对星球地表毫无兴趣的样子。我也没什么头绪，军团来得十分蹊跷，站内的防卫系统突然失效，没过多久那些家伙就出现了。小姐，艾斯达站长第一时间组织疏散科员，我本该负责掩护所有人撤离，但没想到最后还是大意了。不要自责，你伤了腿和惯用手，藏身在这里避开与军团正面交锋，这个判断十分冷静。对，大部分科员已经去避难了，当务之急是返回主控舱段组织反击。嗯，所以你知道电梯怎么用吗？它启动不了了。撤离完成后，为了防止军团进攻主控舱段，电梯的权限暂时封锁了。艾斯达小姐委托你们来找我，应该有给你们解锁的密钥吧？好像是给了我一张。三月，我不记得放哪儿了。你。啊！我找到了。我该。既然密钥找到了，就赶快开始吧。电梯的权限用那边的操作台就能解锁。只开启了最上层的电梯口，从那里走。抱歉，
空间站不得不劳烦。什么各位啊？我行动不便。你不必担心会错。就是啊，反物质宣传就交给我们。关心用。